一个臭男生，今天要让你们来好看一下。宪哥谈话性综艺节目邀请多位艺人夫妻档到场聊聊整天吵什么，之后走出客厅就会坐在那个椅子上，然后坐到11:30，他就问我说中午吃什么。到了5:30，他就说晚上吃什么。被老婆嫌太大牌，王中平不知所措，只好现场展现厨艺。那这样开他会泼，你要压在桌子上哦。你专心享受，你不要乱来。指挥你啊，指指点点。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主办单位好贴心，准备小帮手。王中平超级保守，生怕被老婆 K， 但同为人夫的阿 Ben 就没那么怕老婆。Excuse me， 没有人叫他喂你，太扯了。他喂了，不够吃了啦，互相喂食，小可傻眼吃醋。我觉得我不需要吃了。为什么？要啦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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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靠，他用真感情。不用不用不用。为什么？我整个心态已经走到忠孝东路4段了。但再怎么样，好像都没有哈笑远来的过分。那现在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小帮手可以出来了吗？小帮手出来我就不爽啊。不是不是，想讨老婆开心，却频频说错话，让哈笑远也很无奈。哎，萱萱，你等于是两个杯卡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我说没关系，老婆没关系，心中的位置，我喜欢胖的，没关系。啊，这是什么？只能说透过节目才能一窥艺人夫妻斗嘴的日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